今天要访问到的这一位议员呢，我觉得其实翻译的功用应该是不需要了，因为他的中文非常非常的好。马上来欢迎中文十级的任儿。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我是敏敏儿。其实我刚才好像不用特别的讲안녕하세요，因为中文很好哎。你的韩文翻译也很好。啊，真的吗？哇，你中文也太好了。因为我本来就有耳闻，就是任儿的中文非常好，但我殊不知见到本人是真的非常好哎，所以我现在讲什么都是直接可以听得懂的。有点。太强了，好强哦！好的，那首先呢，就是要先恭喜你，因为你的亚洲巡回演唱会现在是最后一站了，然后非常恭喜你很成功。已经中文十级了，所以我们要教你一些特别的，因为你中文很好，但是相信台语应该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要教你一些台语的话。首先呢，先要教你的是这个蛙熊狗追，蛙熊狗追，蛙熊狗追，对，就是我最可爱的意思。那可以蛙熊狗追，蛙熊狗追。好，蛙熊狗追就是我最可爱的意思。好，紧接着我们来看下一个要学什么。下一个就是我知道，真的吗？紧抱婚。为什么这个你会？紧抱婚，我学了。你有学过？听过。嗯，哇，很厉害，没想到，不止中文十级。感觉你的台语应该已经有一级了，很厉害，谢谢。就是100分的意思。嗯，好，我们看下一个，有看过吗？金醋鼻，嗯，应该念法是金醋鼻，金醋米，嗯，就是真有趣的意思。哦，啊，米鼻。米金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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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就很有趣的意思。嗯，我觉得润儿好像很有语言天分哎，你是不是学什么语言都可以学很快？不知道，谦虚了，不知道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学这么快，好厉害哟。好，下一个就是无爱。默爱，默爱，对，默爱，就是不要的意思。默爱，就可以对镜头默爱，好可爱。默爱，就是不要。嗯，好，下一个就是奈加高，什么意思？就是怎么这么厉害的意思啊？就是在说你。哦，什么？奈加高，奈加高，我奈加高，马上就会应用。我奈加高，就是你要很烦恼这样。我奈加高，我奈加高，对，非常厉害，你真的很厉害，真的加高，学完了，学完了，好厉害哦，奈加高。对，今天学完了这些，相信以后就是大家又会给你一个称呼，就是台语目前已经有8级了，厉害，很有语言天分。那这一次呢，选在11光棍节来台湾。那我们知道，因为其实韩国的光棍节11的时候是会送那个饼干，对不对？对，一根一根的饼干。那我们有上网查了一下，就是如果在台湾11要送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有准备了台湾111光棍节要送的礼物给您。在台湾也有吗？
我们也是查了才知道，原来台湾也有。对，然后今天要送你的就是这个，代表台湾的光棍节要送的礼物，油条，油条，嗯，跟包子，包子，对，嗯，所以它就是十一月，然后点啊，十一的意思，点是很大，对，点超大，好像。11011的感觉，哎呀，我们上网查是要送包子，但是看起来好像真的太大了，下次感觉应该送一颗小一点的碟，什么芝麻糖之类小的。对，谢谢。但是这些东西是你，因为你刚刚有先讲了油条，你有吃过它吗？吃过，吃过，嗯，所以你早就知道这个东西了。吃，在吃粥的时候。吃粥的时候会配这个，嗯，这个感觉其实对我们这些东西都不陌生，很厉害哎，嗯，啊，不稀奇了啦，怀疑，他都吃过了啦，这是什么呀？我第一次跟我是叫什么呢？算了算了，没关系，不勉强，谢谢。但是这是我们的心意啦，台湾的111是送这些，谢谢。那我先送到旁边，如果不要拿的话也没关系。我一定要拿，准备的不稀奇了。分享一下这一次 OGG 用小分队的方式回归，那想要给大家看到是什么样风格的少女时代？哦，我觉得以前没有看过的少女时代的样子，有点性感的，性感的，不一样的。那在服装上会不会？有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比较性感或是比较露的，会不会想啊会有点害羞？哦，有一点。但是我一起穿这样的话，一起的话就没那么害羞了。对。好的，那因为台湾是亚洲巡回的最后一站，之前有去过了曼谷，然后东京、大阪、香港还有新加坡，在之前的那些巡演有没有一些空档的时间是可以休息出去玩的？哦，嗯，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我只能出去吃饭。就只有吃饭的时候有空档时间，那如果今天是有休假的话，有没有最想去哪一个地方度假？好多，有没有举例一些？어그러면지금방금이제팬미팅투어로얘기를했으니까어시간이생기면팬미팅투어를다녔던곳을여행으로쭉돌고싶어요那如这一次其实台湾应该也没有时间出去玩，对不对？昨天晚上去吃饭了，嗯，没有去玩的时间，好可惜。那希望下次你有时间有休假的机会，也可以来台湾玩玩。你一定要。好的，那近期呢，跟演技派男星曹俊士一起合作电影，然后在合作之前，就是知道这个对方吗？有合作过吗？然后可以介绍一下这个作品。어우선이제정석오빠는이번작품을통해서처음으로만났는데너무나도듣던대로너무좋으시고또현장에서도너무잘챙겨주셔서제가정말많은도움을받고힘이되고있는것같아요그리고주변에서많이부러워하더라고요오빠랑같이작품을한다고하니까부러워하는데진짜너무나도저한테는고맙고좋은파트너인것같고요어우선재난액션영화이면서도또가족영화라고볼수있기때문에많은분들이오셔서긴장감넘치고또따뜻하고재미있게볼수있는영화인것같아요都说了是灾难片，所以这一个角色是什么样的角色？会有很多动作吗？어액션씬이라고해서뭔가좀싸우고이런액션이아니라굉장히뛰어다니고뭔가이렇게좀몸을쓰는씬들이많이있어요그래서나중에보시면아실겁니다那这一次拍摄跟曹正奭的默契如何？几把婚，学好快，几把婚，所以真的，一开始合作就默契很好了。对，워낙에오빠가연기도잘하시고
또상대방을배려를너무잘해주셔가지고진짜편하고저도덩달아서굉장히시너지효과를내면서촬영을하고있는것같아서너무감사하죠那在停机的时候没有拍摄的时候谁是剧组里面的开心果제생각에는정석오빠인것같아요저는오빠를보면서정말많이웃거든요 유머러스하시고센스가굉장히많으셔가지고즐겁게촬영을하고있어요와感觉是一个很欢乐的剧组对好期待我们也很期待电影的上市谢谢那 SOOONE 更期待的就是少女时代推出小分队 OGG 发行了新专辑可以分享一下这一次 OGG 用小分队的方式回归那想要给大家看到是什么样风格的少女时代呢我觉得以前没有看过的少女时代的样子有点性感的有点性感的不一样的成熟的感觉所以在一些舞蹈的风格上也会有一些改变对不对엄청바뀌었다기보다는좀의상스타일이더많이바뀐것같아요那在服装上会不会有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比较性感或是比较露的会不会想啊会有点害羞有点但是一起穿这样的话一起的话就没那么害羞了对对那就是因为跟团体一起所以像现在跟团体一起活动就会都会让你比较放心对不对对对比较放心那如果有烦恼的话通常会跟团体的哪一位团员讨论吗다같이하는것같아요뭔가이제앨범을준비할때도굉장히여러가지의견들과고민이있을때항상그카톡방단체메시지방에서얘기를많이하고그런편인것같아요相信知道润儿的语言天分想必大家在荧幕前也是跟小编一样佩服的五体投地吧跟小鹿聊完了近况接下来要让他偷偷来爆料一下自己的内心话咯现在要进行的就是润儿圈叉二选一那这个牌子先给你待会呢我会问一些问题然后你要在三秒之内用圈叉牌举出答案 OK OK 吗很快的哟哇好首先第一题请问比起长发我更喜欢短发三二一好难选的感觉我觉得翻都喜欢吗但是我觉得短发更好看马上可以比得出来因为这边是有短发短发跟长发所以像现在这样子两个造型你会比较喜欢哪一个最近的短发的 style 比较喜欢但是今天呢我觉得粉丝们喜欢长发所以我准备了长发的样子所以会依当天的情况去决定要长发或短发对但是长发短发真的都很好看好难选谢谢不一样的感觉谢谢你觉得哪个好看我觉得你怎样弄都好看啊谢谢你今天这样最好看啊谢谢好马上下一题我其实是个爱哭鬼三二一不是吗是个坚强的女性啊每次都不一样每次都不一样那我问一个最简单的你看一些感人的片你是会哭的吗啊那看卡通会哭吗一些卡通的电影애니메이션은가끔보는데뭐그런거봐도좀우는편인것같기는해요그래서유머가맞나보네요因为像我自己呢我也是我从来都不觉得我是爱哭鬼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好像是因为我连看那种神隐少女就是千寻她的爸爸妈妈变猪的时候我也会哭所以你也是那种看电影其实会很容易哭的평소에
감동을하거나뭐그러면쉽게우는편인것같기는해요那我们就是认定润儿就是个爱哭鬼了。Okay. 好的，下一题，我洗澡的顺序是先洗头，三、二、一。先洗头，但是先洗洗妆啊，先卸妆，卸妆，卸妆。然后再洗头，所以你也是用淋浴的，对不对？哎，哇，好，不要再聊下去了。好，下一题，请问比起帅气，我更欣赏幽默的男生。好难，很难。三、二、一。哦，没有这个选项。我忘记歌名。下一题，请问比起帅气，我更欣赏幽默的男生。好难，三、二、一。好帅气的有幽默的男生没有吗？没有这个选项，大家都想要这个选项，但是通常是没有。没有吗？那幽默吧，那其实즐거운게더좋은것같아요。真的，如果是帅气，但是只会让我哭的那种就算了。对，那种坏的男生，对坏的男生要踢走，要认真寻找。这宇宙，对，好的，那我们玩完了二选一之外呢，因为我们知道你的中文十级非常的好，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玩的游戏就是听中文歌猜歌的游戏。有点紧张。你可以的，你可以的。接下来就是润儿的中文歌十级大挑战，因为他中文十级很厉害。我们呢要在两分钟之内，然后润儿是戴着耳机，他听到什么中文歌他就要唱出来让我知道，然后如果可以在两分钟之内让我猜对六题的话就有奖赏，奖赏呢就是我们就是台湾最有名的早餐，对，就早餐都会吃这些，有豆浆、蛋饼还有萝卜糕。但是润儿这么厉害，该不会这些东西你都已经吃过了吧？没有吃过，好险！看起来好吃。刚刚一问他们，工作人员超紧张，想说完了，我还没吃过就完了。那就好，那这样我们奖赏就会有意义一点。但是呢，赢了有奖赏，输了当然有惩罚啦。惩罚就是要对我们的镜头摆出五种不一样的爱心。哦，简单的，简单的，不喜欢的表情，对不起。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准备计时开始，要让我答对六题哦。好，准备开始。爱你，爱你。王心凌的吗？陈芳宇的爱你。我哇，爱就看这份啊，暖暖的啊，等等等等啊，我在烧，那是什么？完了完了，他唱得很好，是我忘记歌名了。李佳薇，啊，建豪，哇，建豪，建豪。你是我忘记不知道吗？我忘记歌名。下一题，下一题。在那分手，在那分手。你唱得很标准呢，是吗？很厉害。知道，真知。我会给你海湾。芋头，芋头。那三。就算就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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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亲爱的，爱是别人是你
的眼睛。啊，周杰伦告白气球。对。快快快，不到几题了。最后压线。真下个雨，真下个雨。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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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天吗？对。结束了吗？结束了。哇哇哇！有意思，有意思。刚刚好六题啊，幸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挑战是对我来说比较难的，因为你唱得很好，是我记忆力很差，我很多歌名都忘了。아니요아가사를들으면서부르고싶었는데가사가너무빨라가지고不会啊，你睡到分手超标准的，一唱四个字我就知道了，很厉害。谢谢。好的，那我们马上就来领我们的奖赏。哇，这里这个叫什么呢？啊，这个叫做一个是蛋饼，一个是萝卜糕。啊，我来端着，你可以享用看看。呀，这边还有豆浆，先喝，先喝一口，因为渴了，唱太多歌了。豆浆很好，因为喝了可以养颜美容，可以美白。嗯，对皮肤很好。진짜두부약간啊，对，因为它是用黄豆。콩물만진짜好喝吗？好喝，好喝，喜欢。让我很健康的感觉。这个真的是喝了很健康，好喝。这是通常早餐会喝这个，让你一整天就感觉哇，我今天很健康。真的吗？谢谢哦。好，那喝完了以后，我们来吃一下，吃萝卜糕，然后蛋饼，请润儿帮我们吃一小口。嗯，对，膏状类的东西，好吃，好吃。이뭔가소스가되게嗯，맛있는것같아요。酱油膏，酱是酱油膏。이것도먹어봐도돼요？也可以，也可以试试看。切的很。这是蛋饼。嗯，好吃。嗯，好，这些呢，我们待会都会放在后台，就是你想吃的话，可以把它吃光光。对，但我相信大家呢，应该也更想知道的就是，你之后在2019或者之后有没有什么新的工作跟目标可以分享给大家，然后以及对我们的粉丝再说一下最后的话。哦，对，우선지금찍고있는영화 Exit 촬영을잘마무리를하는하려고하고요이후에는또대만에와서팬분들을만날수있는기회가또있었으면좋겠습니다好的，那今天也很高兴可以访问到润儿，也期待你的新作品，期待电影可以大卖，谢谢，谢谢，拜拜。